Jessica，我想问你最耐试过几耐冇瞓觉啊？我最耐试过48小时冇瞓过觉，因为我以前做空姐嘅时候咧，我就第一次飞 New York 啦，我谂住唔瞓觉咁样翻工会顶得顺啦。点知咧，我收咗工咧，飞到 New York 嘅时候，因为 jet lag 瞓唔到觉，最后系48小时冇瞓过觉，超级攰。唔瞓觉嘅时候你会点噶？如果我唔夠瞓咧，我一定會係咁講嘢啦，語無倫次啦，講嘢完全冇 point， 唔知道自己講緊乜嘢，同埋我會好燥底，好似嚟咗 M 咁樣。你係咪一個中意瞓覺嘅人啊？我覺得我絕對係一個中意瞓覺嘅人，因為我一攰嘅時候咧，譬如我第二日唔使翻工啦，我係可以一睡不醒，一夜咧就瞓半日，然後或者一夜就瞓一日，完全唔知呢個世界發生咗咩事噶。如果依家话俾你听，你要60小时唔瞓觉，60小时唔瞓觉，我真系人生冇试过，我谂会好难咯。60小时，3日，好难。如果我同我 partner 一起参加呢个比赛咧，我应该会累到我个 partner 输嘅。即刻报名参加，我要奋斗，一起60小时唔瞓觉，一起奋斗。